嗯，还太早了一点。啊，刚刚只是跟各位打个招呼而已。啊，这开胃菜就对了。重头戏从现在开始。还有啊，这个，螺丝跟螺帽，螺帽两个，还有螺丝，对对。检查，检查，平安哥检查。好像是同座的哦。好像六个角。 对，没问题。扑克牌，首先我要用到两张，黑桃二，大桃二，梅花二，好，剩下还需要一张鸭子。啊，又是我。他喜欢你。伸出一只手指头，摸一张牌，用不是用抽的哦，轻轻用碰。用点一下，点一下这样，哎，这样好了。这张牌直接翻开就好啊，打开。 哎，你选到方块可以，这么多牌里面选到方块K，对对对，今天用到就是这三张牌而已。哦，哎，好，我把你选的方块K夹在两张二中间，把它夹起来，看得很清楚吧？嗯。反过来，打动机，打动了。哦，打动了，打动了，哦，有动，刚好三个洞，有对，三个洞，对，这个没问题吧？ 没问题，叠起来，有洞。嗯，还在中间。对对对对，都有。你在中间。嗯。好，知道为什么我要打洞吗？啊，为什么？有螺丝，螺丝锁起来。哦。哦哦哦哦。穿过去。嗯。把螺丝锁在扑克牌里面。好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要先把这个穿过去。对，因为有两个螺帽。一边一个。 检查过喽。嗯。好，再看一次，没错。嗯。有洞，洞都在。好，这个不用。哎，这边。一起穿上去。啊，对对对。像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做最后确认一次。方块 K。方块 K。对对对，两个二。嗯，对。对对，梅花跟黑桃二。我们看得到镜头，可以再接。有有有，更清楚。哦，有有。真的穿在里面的。嗯。有，亲眼目睹。有。好。好，所以这个牌是不会轻易就可以拿下来。对对，没错。这个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除非破掉。做这么多工作，大家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我还有一个工作要做。嗯。刚才鸭子选了一张牌。对。好，我让你在上面签个名。 这么快啊？鸭子，很简单，对，两个字而已。对啊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整件事情的从头到尾的过程。嗯。鸭子选了一张牌在上面签的名。嗯。好，三张牌我都打了洞，它现在串在一起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真的串在一起，对吧？对。对。没错吧？嗯。接下来用到的是鸭子这张 K， 好，签名的。接下来就是见证。 奇迹的事，来来来来来来！哎，怎么能移动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哎呦！啊，穿在上面的哦。哎，动在动吗？是动在动，动在跑，动在跑。 哇！哎呦，这个恐怖啊！洞明明打在这里，对，现在却跑到这里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边现在已经没有洞，洞已经在这边。鸭子刚刚亲手签的名，把螺帽从这头跑到那一头去，全部拆下来看一下，黑桃。 哎，不可能！动在你签名的地方，哎，对啊，动，哇塞！太神奇！送给你做纪念，送给你做纪念啊！太厉害了，送给你做纪念，哇！